맞아요. 点名三周，离挡板很近，不过有惊无险。后边点兵四周，漂亮。三周，跳进厌世转，仰厌世，提刀，成面包圈状。肩。
膀，他的肩膀，因为他的肩膀有习惯性脱臼，所以说，对他有的时候做动作或者是做不好，就当他摔跟头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又伤到了胳膊，那这个很麻烦。首先先恭喜他，今天我觉得整个套的节目好像还是不错的，几个动作难度动作都干净利索。唯一出现失误的就是刚才跳舞国手三周跳跌倒，我觉得可能是起跳的时候还是有些着急了，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一些小的问题出现的导致的失误，但整体今天滑的还是不错的，应该说还是挺好的，祝贺他一下。你看慢半钟这三周半又高又远，但是真的是又是离板墙太近了。我很喜欢严寒的这个场上这种表演的气质，我也相信这次比赛他不管最后名次第几，他的表演分应该是最高的。是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说严寒今年这个表演风格也是有所变化的，他跟也是在加拿大进行了编排舞蹈编排，也是 Laurie 给他做了编排，所以说对他的这个风格掌握还是很认可，就是 Laurie 给他做了一个定格，然后给他做了一个不同风格的这个舞蹈尝试。我觉得今年自由滑给他尝试的这个舞蹈风格还是蛮适合他的。但是从今天他表现来说，这个表演力我觉得他还可以再继续提高，所以说接下来的比赛希望他有能够更好的发挥。你看不见又比了啥？他们的教练很好，还是很热的话，不棉的话就完了，那就等于后补一个，对吧？那要不少个连跳？对呀，少一个连跳。技术分是92.60，节目定分87.3，最佳各大一分178.9，目前排名第一位。他的技术分现在92.6，我们看一下。